21年，似乎应该到了一定的时候。我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一档自己想要做的节目。也很感谢我的父母，他们让我懂得了，我们不只是靠吃饭活着，除了吃饭，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来滋养我们，让自己成长、壮大，变得更加的完美。阅读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。牧羊人的奇幻之旅里面有一句话，当你真心想要去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。5、4、3、2、1。朗读者就是我们在读我们自己，我们把这个世界读给大家听。此时我心里充满了渴望，有时候想得很美，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、大冒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种爱的表达，就有多少种礼物。父母无私的爱的养育，经历苦难之后的成长，不断的学习所积累下来的智慧，这都是最好的礼物。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米沃什在诗歌《礼物》当中所写到的，这是幸福的一天，我漫步在花园，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一无所求。这是诗人馈赠给自己心灵的一份礼物。在我们的这期节目当中，最让我感动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家和教授。虽然他已经在5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是他所播种下的一颗善的种子，是留给这个世界所有孩子的最好的一份礼物。用纯净之心去创造、去发现、去感悟，你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礼物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，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都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，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的过分了，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，就送我上车。我说道：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往车外看了看，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身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地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的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在向上缩。他肥胖的身子
向左微倾，显出很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了下来。我赶紧拭干了泪，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扶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地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。过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走了，到那边来信。”我望着他走出几步，他走了几步，回头看见我，说：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了来来往往的人群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的成长，总有一个人在生命中留下抹不去的痕迹。朗读者，一个人，一段文字。